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二卷，这是十番显见的第九番，这个科判叫做《旧见经》，婆出同分妄见，别业妄见，贤见性是本觉明心。这个科判的意思啊，是说明这一章的经文，它是从这个见经里面分别出同分妄见与别业妄见两种的妄见，贤是见经是妄的，见性是真的。因为见性当体就是本觉明心，所谓本觉明心啊，这个觉就是众生本具的觉性，就是自性清净心啊，所以叫做明心，本有的光明，本有的真心，简单说就是见性当体就是真心。而见经是妄的，见经是虚妄的，所以这接下去的文字啊，它就是解释前面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又离间呢、啊、见不能及，说明这个道理，看看阿难的问法就可以明白了啊。经文很长，我们顺着经文念一段说一段。开头阿难的问法，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即以自然，诸合合相与不合合，心又未开，而今更闻渐渐非间，重振迷蒙，福愿逢慈是大慧目，开始我的觉心明经，这是予以悲泪丁离，承受甚直。这是阿难的问法。阿难听过上面第八番，讲到最后佛说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有离见，见不能及，他更是搞不清楚了，道理更不能了解。所以这个时候阿难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啊，按照佛所说的，如佛世尊，佛释迦牟尼佛为世间最为尊贵，大家都称为世尊，佛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按照前面经文，佛对我们大家讲的话，为我等辈，辈就是类，以像我阿难，还没有断烦恼，还是个凡亲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的根性，前面说过，宣说指前面讲过的，就是。因缘即以自然啊，因缘法以自然的道理，这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已经听过的，大致可以明白了。可是活活跟不活活这两种的现象的道理还没有完全明白，也还没有完全说清楚，所以叫做心有未开。他的心只了解因缘自然，而对于活活相与不活活相这两种意义啊，他还没有完全了解过来，所以心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明白，未开，说明他对于这个活活与不活活这个道理啊，他并还没有真正明白，这是第一个迷梦的地方啊。这个活活跟不活活，
与前面所说的因缘自然的道理呀，看起来好像相同啊，但是进一步研究又有点不同的地方。怎么说因缘自然跟合合不合合有点相同呢？因缘的说法就是合合，越同的道理说，因缘的说法就是合合，有亲因有助缘合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以往而言，因缘呢就是合合的意义是可以相通的，等于相同的。自然自有个实体啊，当体就是不加外缘来资助。那么这个自然的意义跟不合合有点相同啊，所以自然像不合合，因缘像合合，看起来是相同。但是进一步研究啊，又有不同的地方啊。因缘是越随缘不变的妙用，随缘不变的用啊，就是佛所说平常讲因缘呢、啊、虽然是随顺因缘，但是法性当体是不动的，是不变的，这随缘中有不变的妙用，这个就是属于因缘跟这个合合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啊。因为因缘是讲随缘，随顺各种因缘的妙用啊，这位佛的教法所说的主要的啊事项上的道理。自然呢是好像单越一边的不变的道理来说啊，如果说这个不变之理，例如真如自性啊，它的体是不变的，不变啊，这个近于自然，但不是跟外道所说的自然相同，是不一样的。这是说明只站在不变的一边说，平常说不变而能随缘，随缘又能不变啊，因缘站在随缘这一边讲话，自然站在不变的这一边讲话啊。那么现在呀、啊、这里所说的因缘自然啊，跟合合不合合不同的地方啊，它是随缘跟不变的道理交互为用，因缘自然啊，这个就是越这个随缘不变，不变能随缘，这个道理不变中能随缘，随缘中有不变，越这个道理来说，跟这个合合不合合就不是完全一样了，因为彼此互融的。那么因此啊，阿难觉得自然因缘这两种说法我可以了解，但是对于这个合合与不合合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后边第十番的显见就越这个合合与不合合来加以说明的。现在这里为了要说明这个见经是妄啊，所以越这个同分妄见与别业妄见来说明，这是下文。现在阿难的问法就是说，这个第一番所说的道理呀、啊，我只懂得因缘自然大概差不多，合合与不合合这个我还不很懂，不甚了解，我心里还是不开悟，所以因此这是第一番的迷蒙。现在在第八番的文字里面又听到渐渐归见，所以经文接下去说，而今更闻渐渐归见，到了现在刚才第八番的文字跟听到进一步更深的道理，说渐渐自时见非是见，见有离见，见不能及啊，这我就不懂了，重振迷梦，再加上渐渐非见一层的迷，不了解，迷不了解，梦心里不开，心里不开，
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的情况，相当相当的辛苦。那么这个从这迷茫的情况啊，古人有两句话说，醉更逢饮呐，熟能醒悟啊，说明这个从这迷茫啊。例如说喝酒的人已经喝醉了啊，喝得很醉了，酩酊大醉了，他再加以大大的很多的酒来灌他，叫他继续喝下去啊，本来可是一滴如甘露，最后天杯不如无，最后天加添这个酒啊还是没有好，有增加痛苦，所以最后再喝那真是痛苦之极了。那么现在不是最后再喝一杯两杯，而是叫他红饮，红是大大量的酒啊，拼劳命的要他喝下去。你像这种情况，这个喝酒醉的人再继续灌上很多很多的酒，他怎么能够醒得过来啊？熟能醒悟啊，怎么能够醒得过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活活不活活的道理不了解，这等于是酒已经喝醉了，现在加上渐渐微醺了，就好像醉后逢饮呐、啊，喝得很醉了，叫我再继续再喝下去，这怎么吃得消啊？这怎么能够醒过来呀、啊？那恐怕要醉上三天三夜，哦，这是吃不消的。这显示阿难的对于这个渐渐灰渐的道理呀、啊，他实在没有办法体会啊、嗯。所以叫做从增加米不了解，闷心里好像一块大石头压住，很难过啊、嗯。所以到这里呀、啊，他要请求佛。福愿弘慈啊，四大会目，我重复期望，我再期望，夫妇低头啊，至诚恳切向佛要求，期望你的大慈悲，弘慈的弘啊就是大，您的大慈大悲的慈悲心，不是我有个大智慧的眼目，大智慧的眼目是什么呢？求法空智，因为阿难自己觉得所知障重，法空智没开，对于法的体悟啊，总觉得格格不入，没有办法破开，所以希望佛能够赐我大智慧的眼目啊，能够开法空智，了解佛所说的法啊，所以希望佛呀。开始我的觉心明镜啊，佛能啊开导指示向我阿难等于我同类的这些有学的人们啊，能够得到觉心明镜，我的本有的啊真觉的啊这个真心离体能够光明而清净，体悟到实相之理，亲证实相之理呀、啊，就叫做觉心明镜，能悟实相，觉心才能明镜，不体悟实相，觉心是不可能明镜的。所以期望佛呀能够开导我，让我能够得到觉心明镜的境界来啊、所以阿难听到这里呀，一番又一番没有办法彻底明白，他心里难过，作事于疑呀，悲泪丁离，承受甚至。这个话说完之后，作事已矣啊，他心里悲伤，觉得自己的这个对法的了解的智慧太差啊，一直到现在还不能了悟，所以他很悲伤，流泪啊，自诚顶礼于佛啊，那么继续要秉承佛的教化，承受佛的圣旨，圣旨指佛所说的开示啊，佛说的开示好像帝王的圣旨一样，所以他恳求佛能够进一步的开导他，使他得到法空的智慧，能体悟诸法
啊，当体即空的这个道理的真正的究竟的智慧，能够体悟法义啊，免至一番又一番觉得听不进去，了不没有办法了悟，所以这种的痛苦，希望佛能够加以开解。这是阿难的请问，看看阿难的问法，就可以知道阿难当时的情况，他是相当难过，心里非常的难受，觉得一番又一番开悟开导的话，没有办法了悟啊。那么以前的还没有得到真正体了悟，现在再增加渐渐归渐，更是难以体会了。所以他恳求佛一定要想办法开导他啊，使他得到法空的智慧啊，能够承受佛的妙法，得到了解。阿难问法问过之后，佛大慈悲啊，有问必定就有答，随时就要开导他。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儿时，世尊怜悯阿难及诸大众，加以敷衍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录啊，这是为了要说下面佛答复的话。而结几家连贯前后文呢，加上这一段话。儿时，就是阿难的问法刚刚说完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就是教主释迦牟尼佛，看到阿难的痛苦情况，也很慈悲的怜悯他啊，怜悯阿难病及跟他相同的有漏而正在修学的有学的这个学人啊，这些大众们啊，佛从此之后要敷衍大陀罗尼，将欲敷衍，将要说还没有说，将这个字就是要说还没有说出来，叫做将。佛正计划后文呢，要把大陀罗尼把它表达出来，将要说了，所以叫做将欲敷衍大陀罗尼。敷就是展开，那个敷啊，展开言讲说，后文要展开讲说大陀罗尼的道理。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总持，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或者叫做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这一句话陀罗尼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道理啊，所以叫做陀罗尼。这里所说的大陀罗尼呀，以后边经文来说，就是一直连贯到第三卷末啊。因为现在这个同分妄见别业妄见的道理说完之后，把这个合合不合合的道理加以解释明白之后，以后就要对于四科七大这些法相上回归真如自信的这个道理呀，一一就要加以说明啊。所以这个大陀罗尼就是指后边五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些名相上，通通要阐扬他，说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所谓大陀罗尼。而这个话将来要说啊，因为不必阿难一段一段的问，等到合合不合合的道理说完之后，接着就说这个五蕴六入等通通当体就是藏性的这个道理，接着就说了，不必等到阿难问。所以佛的大慈悲心省得阿难问的很多，所以呀，他说我把这些你现在的不了解的地方帮你以别业同分的妄见说明清楚之后啊，合合不合合的道理说明之后，然后啊，我就要把这个大陀罗尼
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七道，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大陀罗尼的道理呀，我以后会把它一一详细的说清楚的，所以叫做将欲敷衍大陀罗尼。那么这些大陀罗尼都是修行的方法，都是修行的门路，所以叫做诸三摩提修妙修行路。诸三摩提，三摩提就是就义的三脉，就是定功，就是后边所说的二十五王三脉啊，就十八界七大合并起来就是二十五种三脉。那么因为后边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直到七大啊，都是后边第五卷二十五圆通的这个修行方法啊，所以都是得三摩提得圆通的方法啊，而且有二十五的数目字之多，因此叫做诸三摩提。这些二十五这个修行的法门啊，通通都是最微妙的，是修行的最上的修法啊，所以叫做妙修行路，最妙的，叫人以此修行的方法。这个道理啊，我以后会一一加以说出来啊。那么为什么在后文要把这个四科七大所有的道理通通细说呢？因为佛知道阿难是一向多闻第一，他在名相上佛法的道理听得很多很多，通通都能记得啊，但是他自己呀并没有去下功夫体会。现在要他对于这些道理你过去听过很多的，从此之后要自己回归自心，好好的下功夫教他修行啊。所以呀，如果没有把这些道理通通说清楚，阿难不会彻底了悟。如果不把四科七大这个名词简称呢，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叫做四科，平常是不说六入，只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叫做三科，其他经都说三科。而楞严经特殊，因为它要说明六入都是修行法门，所以把六根分出来六入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根尘是十八界，三六一十八，十八界加上七大，这些如果不一一的细说，阿难没有办法彻底明白。那么阿难的迷惑如果没有完全断除的话，他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因此之故，佛知道阿难的根性必定要这样子一一细说，他才能够一一了解，然后才有办法来教他修行的方法。所以呀，不要等到阿难请啊，等到后文佛自己就开始为他说明了。因此叫做将欲敷衍大陀罗尼啊，诸三摩提妙修行路啊。这个后边二十五圆通的妙修行路，从此之后会细细的说明。所以呀啊，这里叫做将欲啊，这是结几家为了要连贯前后文加上的文字，接下去说明佛对阿难说的话。
活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112年度功德总回向三十系念护生暨蒙山施食法会，日期12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祈福神州中明护法供养暨消灾超荐法会，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供，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中午12点岁末感恩联谊参会，请预先报名。下午13点半开始，讲经在家律学术要，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消灾超荐回向。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洗净士气旧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嗡势利波悉梭哈，嗡势利波悉梭哈，嗡势利波悉梭哈。